这是一款道顿 DC-330L 临摹机，临摹宽度33公分。使用方法如下：首先打开电源开关，打开临摹液供应开关，打开右位固化灯开关，然后将需要临摹的资料从平台放入临摹机。此结构为上临摹液系统。此装置是将上好的临摹液的资料进行右位固化。临摹结束。